路上这么近，可以今天找到什么？就看着你，妈的，我是因为一直没有休整，一直在打。本来招到一个星期，一个星期超过一个星期。哎呦！嗨嗨嗨哟！你们两个今天带他们带梦露就输，我带他都赢。一比二了，我们也赢了一把。这是一把，我跟大家输两把。啊！第二把腿就拉伤了，打了几分以后就拉伤了。而且，功夫比你打得高，你往前。大哥，我看着最轻的能死，我一定的，先训练一下后场能力吧。这样拉屁股可以，这么拉。这样拉没啥事儿，拉吧。拉屁股，你是宽疼还是什么？哪疼？宽也应该拉也是。没有宽不是那么拉的。对。我做不来，我操！但是不拉了，下去热水泡一泡更好。那不一样。哎呀，这不是老女。这也可以。这膝盖不痛啊？不是，这膝盖顶着痛。膝盖。对，我只能说一句。我这看不见，这字。刚好在侧面，准备一。有时候看一眼光，你光线正好到那个点，你就看得清楚。有时候真的，我看不着。是横的那条线上，对，边穿的线，边穿的那个线路，准准。哇，这个很骚啊，这么低频快。这个有爆发力可以打的，心疼有爆发力可以打的，这球我也可以打的。你要打多了，你有一个感觉，你知道这个球。这个球关键，这种球还是关键要有爆发力，全身紧绷那么下，速度一定要够快。哇嘞！打上你啊！奇怪，有点歪歪的样子，但是感觉哪里好像有点不对头。刚才比较翻过来的歪歪。那时候你买过吗？新版的是吧？哎呀，这你这个比你这个比那个好看，比那个好。你觉得好看，我买一个试试。比那个歪歪的好看。对啊，而且你看，我还有看板防御。确实是这样，国内很多东西都物价很高。我就想嘛，大不了就扔了。好，漂亮，这个得转上来。楼下见啊！啊，楼下见。楼下见，我也下去了。哎，这个东西转，你上来。我到。哎呀，妈的，打得不爽。我掰六，不是还要再打？再六。我想踢我了，那就忍住。好不容易刚刚杀过来，没有给我撞伤。我也
人的手还没好，今天把腿给看到了。你像我们这是太厉害了。只能跟他们反弹去，第二局他开拉开太好。去王里啊！怎么了？太近了，接那个福建了。哪行不到就太近。
线条，好的。还有啊。可以呢。